要把你的膝盖绑住，不要乱动。像我昨天没用，我早上起来膝盖就痛了。我现在膝盖还是痛的。所以都要绑，这叫做髌骨带。髌骨带。髌骨不是它的作用是在哪？就是加强你膝盖的支撑力。哦。因为我们常常会急刹嘛，紧张。了解。我本来很像你那么年轻，才30岁。应该不用，对不对，弟弟？不要乱聊啊！什么都，我学的跟他们一样大。好吧，好，啊！
检出国学球哈、哦。你怎么知道？看得出来啊，他骗我去吃喝玩乐。我的印度朋友呢？我要去印度。好、啊哦，对。那那边有什么油？那就好了。去自由。那个油很好。真的很好。最适合，很爽，最适合。